liebevolle Hunde und das Kostbare an einer erleuchteten, lebenden Meisterin. Teil 1 von 3. In zwischen Meisterin und Schülern. Gehalten auf Chinesisch. Am 17. September 2017, Xihu, Taiwan. Auch bekannt als 肚子饿，从今天，从昨天到今天还没吃任何，也没喝任何，太忙太忙了。啊，不过我还要下来了，因为如果等一下你们吃饭，然后等一下又再集合的话，我就来不及了。OK 哈，有太多事情要做，越来越多工作，知道了啊。像你们一样，如果生小孩越多越忙是吗？啊，这个是逻辑的事嘛啊，不用想也知道哈，是吗？啊。 那对不起了，那我讲几句很快的，你们可以去吃饭了，OK？ 饿不饿？不饿。要去说谎。<笑>你们哈、啊，你们很会说谎哎、欸。哎，这好没关系，不伤害别人还好了。那个说谎不伤害别人还 OK， 不过不要了 OK。 你看，连师傅说我肚子饿，我就说肚子饿。然后我一个人打坐，是叫我的很多那些打猎的人啊，动物跑了，我就我当然也怕，我怕我就说我怕了啊，我不怕你们笑我，嗯，我饿我就说我饿了啊，因为我们要找真理的话，一动一动一去，一念头也要往那个真理那边 ，OK？ 不然我们会迷路啊，懂吗？哎。 我们要诚实就好了啊！坦白是最好。嗯，哎，今天那么多人，呵呵大家好好好。嗯，啊？你就是你，你就是你师傅啊！你就是你，阿姨，祝三人，谢谢你，谢谢你，啊，好意思，印证师傅啊。呵呵 你那么老，一定有智慧的，啊，讲话不会错的，谢谢了，啊，谢谢，嗯，大家喝过，嗯，<笑> OK， 那么老啊，意思叫我妈妈干什么？啊，你们意思说让我感觉更老哈？多谢了，啊，多谢好意了。我喜欢年轻啊，怎么叫我妈妈让我觉得好老？<笑>我一只狗已经来了，最大的那个。 好消息，一个最好的众生呢，他唯一的罪障就是爱他主人，呵呵根本没做什么坏事啊。我们世界本来是那个坏的人在被关嘛，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装那个动物的样子，所以好像我们没有很尊重了啊。不过已经很好了，过来一点，没关系，过来一点。 哎，过来坐太齐了啊！这边就不叫挡了，镜头就好了啊。These are VIP， 嗯，不要太齐了呵呵，他们是重要人物的，因为没有他们，你们就饿坏了啊，没东西吃，所以要对待好一点。他们牺牲嘛，当然每个礼拜不同的人，不过也要感谢他们哈、啊，感谢护法 cameraman audio man 啊，通通都感谢就对了，我是很感激的啊，感激。 还有感激这边的那个政府，让我们坐这边舒服。哎，我昨天去看我狗了，它昨天才来的。昨天我是，前天呢、啊，星期五了 ，Friday， 然后它就马上就被关起来了，观察了。这边法律是这样啊，不过还好，大狗它跟我已经久了，顺了，懂不懂？讲话都听。 那边也可以沟通，他说他很那个，很愿意
忍耐，等了，他知道师父很近，他就这样子，他说他不会懊恼，不会怎么样，啊，他说让我放心，哎，所以在那边他们很乖啊，很乖，就是我不乖，他能够那个接受，我心里不好接受，懂不懂？啊，因为那个六个月他不是能常看到师父了，啊，然后他们也。旅行很多地方啊，特别那些小小的那个小孩子，我很关心。本来我认为我训练好才来，才回来这里看你们，结果我走了以后，他们在那边就不乖了啊。那个妈妈逃跑，跑到外面来去催那个山猪，然后爬的就最简单，因为有一个石头比较高，他从那边跳，回来就爬不回来，在外面哭了啊。他们还是要去抓他啊！然后那个男孩子，那个红色头发那个男小孩呢，本来是很会打架的。我在的时候没有，大家一起睡在一个房子，那个四米平方，我跟你们讲过了，包括师父自己是八个众生了啊，七只狗，一个人有八个众生，在那个四米平方那边住了，没问题。然后外面有一个栏杆，他们就白天跑来跑去没问题。我走了以后，现在开始要再吵架了，懂不懂？然后他们还是要很辛苦照顾我，我担心了，懂不懂？又担心了，担心那个妈妈出去又被山猪咬，他不一定能够咬到山猪，懂吗？怕山猪咬他，因为那边是森林嘛，要有山猪有蛇呢，有毒蛇的，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动物吗？我现在又担心了。本来那个上次跟你们讲过，有一个最少呢，他不想回家那个嘛，有没有？不过我在的时候我已经训练好了，自动回去了，哎，自动出来，然后自动跟大家回去了，我才安心离开啊。结果现在那边就不一样了啊，妈妈不在了，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我只弄了。然后都在那边争什么地盘，什么争位置，什么一大堆了，政治了，政治的狗。Vote for me, don't vote for her。那选我，我是最好的，不选他。然后在那边争那个谁是老大了。哎呀，心里好烦，烦闷了一点。因为要回来台湾要等六个月嘛，懂不懂？要打针好，检查好，然后送给政府，六个月以后才能够申请回来。回来以后就要关一个礼拜了。不过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以前要关更久，懂不懂？有一些国家关更久的，哇，这太惨了，太惨人了。因为狗它就唯一的目标在这个世界就是。他主人而已，然后没有主人的话，他就吃掉他的任何的那个 inspiration 了啊，那想法的那种精神了。所以有一些死在那边了，那个医生兽医那边有跟我说，有一些死在那边，也许被传染了啊，也许太伤心了，不一定，懂不懂？以前有关三个礼拜，哦，我关一天我也受不了啊。如果我爱一个人，然后我被他跟他隔开，一天就变成一年了，知道吗？啊，而且狗他爱的很深了，他们每只狗都爱师傅200多分了，你们最爱师傅就是90分而已，你们就是这样啊，人啊，懂吗？不会专心了，懂不懂？爱师傅对了，有爱了啊，哦，不过还要爱人啊，还有小孩啊，还有别的那个分心的那种社会的那个机构啊，了解吗 ？OK， 哎呀，狗啊，它就专心着爱主人而已，所以它就能爱200分到300分，了解吗？啊，快到300分，那些小小的，没人叫它，它知道我救它们嘛，所以它很忠心，很爱师父，我每天跟他讲话，那边也讲，不过他说他也喜欢听师父的声音，所以还要打电话，懂吗？打电话给那个工作人员讲嘛，啊，放下他耳朵啊，两个一起听啊。我要跟他讲话，他喜欢听师父声音，他知道师父很精了，所以他不很担心，
他说这边很好，他很安心的等待。我说多少你要等，多久你要等啊？因为我们会在一起的。不过现在听那个那边那个小的那么麻烦，这样也许我还要走了，我不能这样留在这里了。最少几个月，懂不懂？好了以后跑来跑去，让他们安静以后再说了。我是狗是很好，我不抱怨。医生那边呢，啊，院长啊、组长什么，对我们非常好，非常尊重。因为我的狗啊，它非常可爱，它一来啊，马上跟那个兽医握手三次。没有人叫它，我不在啊，他们先来嘛，我才来。他就马上跟医生握手，第一次，然后再握手一次，啊，再握手一次，哇，医生很疼他，所以现在早一点来，让他出去，晚一点留下来，也有问政府了，也问他要带他出去，哎，我是不抱怨，是我心里难过，当然难过，替他难过，因为他是唯一的最重最脏就是爱师父而已，然后。下来这边为了保护师父而已，他没做任何对谁都不好的，了解吗？对人又很友善，以前不会了，刚来的时候当然比较怕人，现在不怕了。医生是对他很陌生的，第一天见面而已，他知道他是谁。第一个就是尊重他了，啊，你好了，啊，第二就是谢谢你的照顾，第三就是我爱你，啊，哇，医生好高兴。不过医生就说奇怪，我他跟我工作人员讲说奇怪，我今天六点了担心他来开门给他出去跑步，结果他不理我了，他今天不理我。我说当然了，他认你当朋友，认为你在这边照顾他，结果晚上你就跑掉了给他一个人，你也不让他亲戚朋友进来，晚上不能进来，医生不在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进来，都狗一个人而已，多少狗都一样，如果有事他才来。大概医生就爱我的狗了，每个人看到他都说哇，好漂亮，好美，好美。他那个那边的那种爱啊，还有庄严啊，就给谁都喜欢了。你们有看到他吗？哈，在法国有看到，跟你们坐在一起不会吵你们的。他在那边一直宣布说你们要听师父等等，他是从 Yosku 来的等等，然后你们都听不懂。那个时候我也不想讲了，讲怕你们说我夸。我狗都知道，懂吗？都知道。不过他没有烦你们什么啊，有吗？哎，没有恐吓你们什么啊，就进来这样躺在那边，偶尔叫了几声。他也要讲经啊，啊，怕你们不懂。啊，我是对我狗那个不抱怨了，很感激的。我也跟医生那些很感激的，跟他们讲感激他们了。不过我可怜别狗的，懂不懂？因为比方说你这种，我狗是从欧洲来嘛，本来我在西班牙认养它，不过我们去澳国了，它那种狗是比较毛比较多，喜欢凉啊。不过这几个月都是到处跑，不同国家，很多国家都马上接受了，不用关起来的，连泰国也马上出来。如果你有成全那个它的资料，懂不懂？哎，有打过某某某某某真的啊，防备好，然后验水都 OK 了，你一进来机场啊，就可以领他出来马上啊。当然那边有兽医看一看呢， 啊一两个小时，然后就送出来。连大陆也让我狗进去，哎，然后香港也马上就可以出来了，香港已经很干净了，就像欧洲那种标准了啊，也是让狗进来的。啊，因为我小狗从泰国来，这足够那个资料啊，懂不懂？它就也马上可以领出来，没问题。也有一些国家不让马上进来了，对动物跟主人比较痛苦了。打针完了，送了六个月以后才能够申请过来，因为法律是这样啊，没办法，我狗也要等六个月呀。那大狗是六个月 ，OK。然后另外那个小的还没时间还没到，还有四个月，我还是跑来跑去的。啊，不过我自己是能跑的，因为自己是老板嘛。像你们，比方说香港人已经有狗了哈，突然间公司被派你到台湾的话，你就惨了。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有钱呢，可以派人来那个照顾他，你也不是说常常能够这样来来去去照顾他，那个对狗是很伤心的事情。有一些狗它没有主人，它不吃不喝，它会死的。如果我现在还有那个 lucky 那只狗哈，我不可能回台湾的，不管怎么样，我不能给它死的，因为它一天的话它会哭到死的，它不会吃，它不会喝，它一直哭到看到我为止啊。以前我是看看过了，它因为我走出去，它在那边一哭啊。我就认为呀，等一下就不会哭，结果没办法，他哭不停的，没有一秒他停的，他哭就像那个一个机器一样，一直不停的，越哭越惨，越哭越伤心这样。他不吃不喝，啊，所以如果有 Lucky 还在的话，我不可能回台湾了。还好这些狗啊，它会听话，就是那些小的 Puppy 就比较，哎呀。小孩子嘛，懂吗？还没到一年的话，都小孩子啊，就大概七八个月而已。我们人七八个月还不能走路呢，了解吗？还要妈妈喂的，还要妈妈那个，给你东西吃，换你的尿片等等哈，换衣服啊，替你洗澡，他们通通自己弄，自己洗自己，用口水洗自己，了解吗？我们当然也擦洗它，就比较干净啦、啊。不过不擦洗的话，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呢，是吗？哎，我们人真的是无助啊，比狗、比鸟、比马、比什么都不能干的啊！他们任何动物一生出来就可以了啊，也可以自己可以走路了，弯弯弯弯一两秒而已，然后就走了，就跟妈妈一起了。所以我对那别人啊。同情心了啊，我狗是 OK 了啊，他们长大了一点，而且蛮听话。有一些狗它离开主人，它就受不了。你们有看过那个白狗那部电影有吗？日本那部电影叫《巴姑》啊，白狗啊，哎，它的主人是老师嘛，然后它是在学校那边就死了，是那个被病死了。就不回来，不过他每天呢、啊、都跑到火车站那边等他，记得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很多故事一样的。还有一些狗主人放他在另外一个给人家收养，结果他还找那个新的地址呢，新的主人的地址，自己跑回来几百几千公里的，还会搭火车、巴士那些，偷偷搭了。你们都看电影知道吗？哈，很多啊，是不是很感动了、啊？动物比我们一些人忠心的。本来你从小长大，你认为他会忠心感恩，不是你收养他，他还是一样，跟我大狗一样啊。我说你现在啊，对不起的，这边的规矩是这样。不过我们很快在一起了，一个礼拜你要忍耐，还有。当然已经都检查过了，还没有来以前也最检查过一次，懂不懂？那几天检查过一次才能回来，不过回来还要验血的啊。以前有时候验血，他们那刮毛太大了，他每天天天这样，就我们擦什么都没用了，感染了几个月才好的，他刚好一两个礼拜了，现在回去要验血，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月才好。因为它一直舔不停啊，它看到那毛不见了，看起来好难看，整只就漂亮那白，然后就一个刮一个洞很大，都是皮的，它一直舔，因为动物都是这样嘛。如果受伤，它是舔自己为了好。不过在这个情况都不好，它越舔越不好，我们就擦很多药，绷带起来，它也把它咬掉啊。他们谁都可以咬，何况绷带算它什么啊？像那些。肚子啊，咬几块就不见了。不过他很乖了，现在很乖了。我刚来时候没那么乖啊，看到人就怕了。我是叫很大声，现在不会。他刚来的时候，我叫他走，他就来；叫他来，他就走。晚上啊，我怕他冷，在外面叫他进来房子睡觉哦，他给我吹好几公里啊。他不来，给我吹在后面。啊，后来慢慢来就信任了，就自己进来了。不过我真的对别的狗、别的主人很疼心的、啊，嗯，很疼，很心疼。我们世界有一些还要改变的，哎，
坏的才惯才罚嘛，那不坏的查一下看看他身体健康啊，知道啊，医生也跟我说他很健康没事啊，就可以放了嘛，等我如果生病啊等等有问题才保留是对了，为了保护别的狗啊，为了保护外面的狗啊，懂不懂是对，不过健康了就不用嘛，第一浪费时间了，一分一生的时间了，很多狗还需要它呢，健康的狗还照顾的话浪费时间了，浪费那个空间了，是吗？哎呀，浪费政府的钱啊，要付钱了，这是政府的地方，房子啊水电啊医生都要付啊，了解吗？哎，所以健康的狗就不应该保留嘛，虐待狗的虐待人了、啊，我们社会这样嘛，那个犯法的才惯是吗？哎，狗没有犯什么法，那是爱而已，谁看它都喜欢啊，因为它那个爱那个气氛都发出出来，不是爱那个主人而已啊，谁都会感觉到，谁看到我狗都想收养啊，奇怪，我刚收养他们而已，在泰国没有人想要，我回来那个别的国家嘛，然后偶尔也要带他去看医生啊，了解吗？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验水啊，为了要回台湾，比方说这样他要去啊，然后隔壁啊邻居啊路边的人看到，哦，你要对这个狗做什么啊，哇，他们那么漂亮，我能不能认养他？那我们的人就不会啊，是我们的狗，怎么为了给你认养？不是一个哪一个都喜欢，哪一个狗他们都喜欢，连医生啊护士啊在照顾他，来那个替他验水，替他做那个行政的那个工作嘛，啊，为了见证了，哦，我还是喜欢他，哦，这个太可爱了，我要他，要认养他。他们这些人呢、啊、天天看到不同的狗，懂不懂啊？直检的那些狗啊，那个 purebred 血统的很纯的那个，懂不懂？比方说那个 Rottweiler 就纯的 Rottweiler， 没有跟别的狗混在混水的等等，冠军的那些狗生下来那些的啊，人家看的看腻了，懂不懂？看很多啊，哪里我的狗是这种流浪没家可归的啊，从来都是野生的，懂不懂？妈妈也是野的，然后小孩生下来的是野，谁看都爱哦，看一个就见一个就爱一个，都想收养。哪里受养？以前这样没有人要，现在我要了以后谁都要，啊，奇怪的，他们自己不是没狗啊，自己家也有养，看到我狗就要，哪有？从以前也是这样，从在美国我收养狗也是这样，现在泰国狗本来没人要的，听说了，我讲过了，他们不想养了，结果回来就还是一样有人喜欢。有一个是最瘦最少，我以前是用喂它，它才能吃的。别的都已经可以吃了，他就好像舌头不知道，不能处理自己的舌头，他乱跑出去，人家这样子，所以吃东西都掉出来，所以要喂他，他才好一点。哦，既然瘦瘦小小这样，看了医生的护士都爱死了，爱死他了，懂吗？哎，会令人喜欢的、啊。哦，我们很喜欢他，很喜欢他，喜欢是可以喜欢啊，不能。不能拿、啊、我每天很多事情要写下来，不能忘记，懂吗？不是你们的事情而已，在家人啊，住家人啊，还有狗啊，有一大堆东西了、啊、我现在要留这里了，我现在要留台湾，因为我们你们不要把我送出去、啊、送福报给别国了，嗯，现在亚洲是需要师傅吗 ？OK， 啊，欧洲现在 OK 了，东边的 OK 了一点了。在欧洲也是这样子啊，你如果比方说你在西班牙，你打针好，给狗打针好，全部照顾好，你就可以马上去英国或是别的国家了。现在改法律都改，以前英国比较困难，现在可以马上去了。嗯，我现在如果要带狗去欧洲，马上可以走了，过去那边马上可以领出来了，懂不懂？因为我狗都合法嘛，哎，都有打针好，都什么都好，一年有效，嗯。不过像那种，比方说那个狗恐慌那种病哈，就在欧洲的三年有效，在香港也是三年有效。不过很多国家还是保留一年的，
因为我那个现在科学有发现得到了，打针太多狗快死，懂不懂？以前我的狗如果打针多了，有时候它肿起来，在美国啊，它要每年的，然后它眼睛怎么肿起来，然后生病了，然后要去打另外一个针给它，就取消了，了解吗？这种困难啊，复杂的世界，科学那个医生发现得到了，那种比方说那种很重要的那个打针哈、啊。狗整个辈子打两三次就够了，打太多反而让你狗生病，不同的病副作用啊，那些就是毒的嘛。哎呀，讲不完啊，所以回来这边也是为了狗再打针一次，那些我是很痛苦啊，不过没办法，了解吗？我为了你们啊，为了大家，为了亚洲牺牲我狗，讲过了啊，你们应该相信的，我何必跟你们讲这些话干什么？如果不是真实的话，了解吗？你们知道了，我怕我就说，怕我饿就饿，我没有骗你们，为了自己那个好面子啊，所以你们可以信任师傅的。我的狗是很乖啊，那个大狗本来它不喜欢别狗的，懂不懂？它不喜欢别狗，不过我认养那些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现在也要认养他们当那个弟弟妹妹啊，他们没有家可归啊啊。然后如果我不认养，我们不认养，他们会杀死的，他就 OK 了，所以他不会恐吓那几个。不过他们很崇拜他嘛，一天到晚黏到他旁边了，歪来歪去的跳舞，怎么爬在地下，跪在那里想舔他看他，哦，他就是有时候受不了啊，他就嘎嘎嘎嘎，几句而已了，然后还是终于还是舔他们的。Kiss them， 我从来没看过那个大狗就 kiss 什么人的啊，一说 kiss 那个狗的，懂不懂？他看到狗他就不喜欢了，他不喜欢热闹，了解吗？他喜欢一个人。狗就有个性，跟我们个性一样，我们有一些人喜欢热闹啊，有一些喜欢就安静一个人，了解吗？狗也是一样，我那个大狗他不喜欢热闹，他不喜欢很多狗在一起的，他喜欢一个人，因为他要修行啊。除了保护师傅以外，他要自己补充自己的那个能量啊、元气啊、灵气啊。OK， 不过那些他没办法逃掉了。他几只那个小的狗好崇拜他，好敬畏啊，因为知道他收养他当弟弟妹妹了，哦，崇拜死了。一看到他就冲过来，然后绕着那么多六个六绕在他旁边，大家叫咔咔咔，还不走呢。然后一次在那边跳舞唱歌舔他的，他终于还是投降了，还是舔他们，懂不懂 ？Kiss them back。哦，我因为第一次啊，本来我就分开大狗跟那个小狗在一起嘛。啊，对不起，你们还想听这些吗？不过有道理在里面了 ，OK？ 想一想就会有了啊，就知道狗是有感情的，有聪明的，了解吗？有爱心 ，OK？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嘛啊，有一些我们人类有一些人没有那么爱心了啊。我本来就刚认养，我每一个啊，一个一个带过来他面前说，这个是你的弟弟，他叫什么名字了啊？你叫保护他哦，你没有整个世界就没有人保护他，除了我们以外，他就 OK 了啊。一个一个这样来介绍了，然后每一个都看到他就跪在那边啊，然后弄一些。形状的东西，离那些了，懂不懂？跪在那里，爬在那里，然后看他们眼睛很疼爱的，很崇拜，很崇拜，很尊重的样子，然后尾巴摇了要命那样，那个大狗都输了，懂不懂？那个英雄，那个很凶巴巴那个英雄的面子都掉了，就还是看他们很疼爱，然后就还是舔他们。Oh my god！ 啊，所以第一次啊，平常我都。既然介绍好以后，不过还是隔开他们，我怕那个大狗如果他发脾气又咬他们一口就完了，因为他那个很小嘛，那大狗嘴巴很大，一咬了就完了，所以我都把他们分开了，懂不懂？不同的房子出去进来还是一样不同的路 ，OK？ 结果有一次啊，因为有工人来帮忙做一些事情啊，在泰国的时候他就讲过了，不过男孩子嘛讲都不听啊，不懂啊。
全部门都打开，哇，他们就冲出去，跟大狗在一起，我心快跳下来了，哦，我吓一跳，我来不及跑出去，结果他们在那边唱歌跳舞一起，然后那个大狗也是看看他们，然后就是警告他们一些，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哎呀，不要靠近，还是他们不怕他，他们一点都不怕他，我怕呢，他不怕。哦，靠越来越近，然后在他面前怎么弄行李、行李什么一大堆的，哦，整那个以后我就不怕了，懂不懂？大家，我跟我工作人员站就 frozen 了，懂不懂？我们在那边就哦，像愣掉了，不知道怎么办，叫他他不走啊，叫那些狗都不听啊，一直在那边舔他，然后跳舞给他看，我爬在那边跪在那里，哇，整腿在那里。终于那个大狗输了，懂吗？他们的爱感化他，感动他，他就舔他们几个，然后就和平了。从那个时候就 OK 了，我还是观察了，我还是在旁边看，不是让他们家一起没有人管的，都是要观察。如果我不在，就叫工人就看清楚，有什么事马上就用那个一大盆的水啊倒下去给他们，哎，震撼一下就跑光，嗯。不然呢？叫他们，他们不听，他们在他们迷在他们那个仪式里面了，懂不懂？然后那大狗都忙了，输他们走啊，所以没人听，没人了，所以用水倒就 OK 了，不然喷呢？用那个水龙头那个喷一喷，都是狗的东西哈。你们来这边想听佛的事情哈。不过我跟你们讲，狗是真的是很有爱心。当然有一些狗不好，你们不要认为哪一狗狗都好，因为这个时代啊。有很多那些他们做狗的生意嘛，有没有？然后什么狗都混在一起混水的，有一些是这样子混太多，混不对的就会疯啊，懂不懂？诚心不好，了解吗？啊，很凶啊，或是做不对的事情，嗯，这个都是人造的。还有很多那种打针太多啊，给他太多药啊，为了长大长肥的那个只是。都给他们身体不好，然后我神经也不舒服的，然后会变坏的，懂不懂？所以你们要养狗要观察清楚 OK 哈，哎，不要伤到自己啊，因为都是人造出来的，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也是恭喜你们了啊，连我狗也被吸来了啊，好狗的。不是好人而已，不过现在只有一个而已啦。嗯，只有一个来了，还有等几个月，另外一些时间才到。嗯，法律是这样吗？是啊，有时候我们关门的话，坏人也进不来，不过好人也进不来，就有那种副作用。嗯，不过这边已经很好了，有一些国家还把狗啊当吃的东西啊。对呀，懂吗？正式的，合法的。这些外面的人吃猪吃牛一样了，可以吃狗的，很多国家都还在这样，有时候也活生生把它破皮啊，哇，好可怕！因为没有钱弄麻痹麻药啊，太可怕了。你们知道吗？都知道哈。现在也许少一点了，不过还有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动物也是众生啊，看起来不一样，然后看他们那个样子，甜甜美美的，没有什么凶恶的，就欺负他们好欺负嘛，懂不懂？然后就把他们当那个地级的众生，不是啊？他们比那个很多人，比一些人啊，高级多了，有爱心，有英雄心，有保护族人啊，跟那个保护族人。有一些狗，你们也看电影是看 internet 知道，有一些它不是它族人，它也保护呢，也保护好多人呢、啊，懂吗？在路边的路上或是在野外啊，保护那个陌生的人的、陌生的小孩的，有吗？很多故事哈，你们都知道啊。所以他们是比我们一些人好多了，就懂得道理，懂得好坏。所以我们那个爱因斯坦也说，如果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是怎么样，你看那个国家对待动物怎么样啊，是吗？哎，他也是世俗的、啊、爱因斯坦呀、啊。嗯，叔叔那么聪明，我们也要哈。世界还有多少人能够聪明跟爱因斯坦一样呢？了解吗？哎，Tesla 也是啊，都是叔的。OK， 上次有一些
我跟你们讲一些那个有关不同的天堂世界，有没有？有。所以耶稣才说，我父亲的家，我父亲的国有很多的mansion， 有很多房子就对了，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才能够回来，来为了收集那些 power， 那些真正的原本的力量嘛，懂不懂？因为 Eosk 是上那个 adolescence 啊，那些少年啊， OK， Eosk 是少年的，所以他力量都在了，什么力量都有，不过成熟的力量又更强烈，了解吗？所以每个地方保护啊，还有发达某些力量的，懂不懂？然后如果有人能够上来拿的话，就会可以帮助世界多一点，了解为什么？了解。所以那些更高的地方也不能容量太多力量，它是专程保护一两三个力量，或是到五个力量，然后发达的更大了，了解吗？保护要发展，所以能够上来那些地方的话，是要训练很久，生生世世的，也是自己家的才行，不是每个人能上哈，就不要再问我了 ，OK？ 而且你们上来干什么？啊，你们上这些人我问你们，如果我让你们上来 ，EOSK 你们做什么？我是上来那些比较分出来那个分布呢，你们做什么？啊，能做什么？比方说你们能够上来哈，不会被那个消灭哈，那你们做什么？啊，一天到晚去看那些神吗？就是这样吗？拜他吗？还要做什么啊？第五届已经对你们更好 ，OK 哈。在上届的话，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责任啊，工作啊 ，OK。比方说，你变成英国的公民 ，OK， 好，那你去英国到处都可以去玩了，哦，就不要跑到宫殿里面干什么嘛？啊，宫殿里面是他们是有那个工作人员啊，每个人做不同的工作，一个人是侍候国王啊。女王啊，一个是看，保护外面的宫殿啊，然后他们就轮班这样做他们的工作，了解吗？一些是煮饭给国王吃啊，啊，一些是代理国王请贵宾进来照顾贵宾啊，然后安排给贵宾看国王等等，一个是开车给女王国王出去啊，一个是做他的电脑啊，那个通信整个世界啊等等，那你们进来做什么啊？啊？当观光客啊，看女王打扮哈，哎，我是看那个别人替女王装衣服啊，啊，应该吗？不应该。Yes or no？ No。 哦，那想一想就知道了啊。我们被救出来已经很好了 ，OK。不然的话，回去自己的那个原稿的地方啊，人家把你们叫出来那地方的话，都被惩罚哦。很惨的，懂不懂？如果不回来这边迷迷糊糊的话，而在那边也被惩罚、被坐牢的，被惩罚、打雷什么一大堆的，痛苦不堪。OK， 有一次我跟你们讲用英文的，记得吗？哎，英文讲那些，因为那天有异性嘛，哎，然后我讲英文有没有？啊，不过你们有看过那部的录影带了吗？有，翻译有了哈。有。哎，以后都放。如果他们不放你们就放出去给别的同修看了，因为有很多同修跟我说没看到啊，不知道啊，现在也许知道了，不过那个时候太小部分了，太小那个网络了 ，OK， 你自己帮忙嘛，自己删出去哈，自己有自己电脑，我那个时候跟你们说那些哈，啊，刚才讲过了。他们在那边是有工作的 ，OK， 有责任的。你们就不要说我要去那个 EOSK 那边呢、啊，我要去那个超过 EOSK 那边，那干什么嘛？啊，人家是有工作做的，不是给你们去光啊，懂了 ？OK， 到第五届好的，师父天天都在。这上面天堂就是这样嘛。OK， 系统是这样啊。那边的话，我就不用见证了，你们也不用，不用去报名，不用找警察说我还在，能不能留下来多两个月、一个月，
像这边西湖你也不能长留的，我是欢迎大家整天都可以留，每天可以留，就是你们有自己工作吗？这边世界是这样啊，有工作，有先生小孩太太父母要工作哈，哎，即使我让整个台湾来这边不工作的话也完了啊，麻烦呢，是不是？没有你们的话谁种菜啊，是吗？哎呀，谁开计程车给我带回来，因为我每次都迷路啊。是啊，没有人相信，我不知道我家的路，真的我不知道，我哪里骗计程车呢？不是要回去啊，他走越远我付钱越多啊，而且这个晚上要回家，谁要在外面乱绕嘛？不过没人相信啊。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国家了，我不要跟你说哪一个，我是讲真话，让他们保护自己。比方说我说某些国家政府的那个总部啊，是在一个不理想的地方，不吉祥的地方，就应该搬走，是为了保护他们。很多事情啦，不是说那么简单啦，不是说像现在我坐这边那么高兴快乐跟你们讲话，不是这样啦。 OK， 我生活没简单了，不过为什么世界这样呢？等一下我解释。因为上次讲过那个英文嘛，有没有被中毒嘛，世界人被中毒太深了，了解吗？嗯，迷魂药那个啦 ，OK， 给你们都混乱掉了，没有能力，没有那种以前上天堂那种能力，可以自己想，可以做很多聪明的事情啊，就被迷糊掉了。很简单啊，你们不用相信师父，你们不用相信师父，你们看历史就知道了。比方说，如果人类不会被迷惑，不会被洗脑，不会被中毒的话，为什么杀耶稣基督？为什么伤害佛？为什么杀穆罕默德？那个意思说，欺负他，虐待他，折磨他，还有很多苏格拉底啊，啊，那个讲几个名字而已，很多了，很多，你们不晓得名字都被虐待折磨到什么时候，砍头啊。然后那个折磨到，哎呀，没办法想象。比方说耶稣基督 ，OK， 你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OK， 好，不用相信了。为什么杀他？杀他那么残的，了解我意思吗？用那种很残烈的办法杀他的，他又不是做什么坏的啊。有两个选择嘛，那个时候那个法官有两个选择，两个就是是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是犯罪的。真正的犯罪的那个罪人，大家都选赦免那个坏蛋的，然后那个法官也没办法，他就是这样，他就去洗手了。他说：“我这个手没有耶稣的那个罪的，了解吗？因为他们真的要杀他，真的要杀耶稣，多人嘛，懂不懂？那个法被压力，那个时候法官不是像现在那么民主了。”啊，就压力那个法官杀耶稣就对了，赦免那个罪障的那个 criminal 坏人，能不能想象啊？如果人类那个时候，不管那个时候是谁，那个时候伤害那个未明是这个样子，你认为他们是正常的脑袋吗？啊 ，Yes or no？ 对了，啊，你们讲的对了，因为。OK， 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女没关系，他胡说乱讲啊。比方说，谁都可以讲啊，懂不懂？谁都可以站起来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女，又怎么样？哈，他没伤害谁啊，他没有拿谁的钱啊，他没有盖高楼给自己住啊，他还是跟他爸爸一样做那个木工了的地方，赚自己的生活，然后讲道理给大家听而已。啊，你听不顺耳你就算了，没事，算他神经什么，何必这样子杀他那么惨呢？即使他不是上帝的儿女，你看看他教理有没有什么不对呀？啊？有吗？没有。没有，他叫人做好的是吗？要叫他相信上帝，这是应该的吗？相信自己的造化的，是应该的啊。然后他就叫人家。啊，不偷不抢啊，啊，不杀人，那有什么不对呢？是不是对政府很有帮助呢？是不是？哎呀，不用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圣人，是师父，名是什么不用了？他的教理没有什么伤害到社会，是吗？啊，就是杀他这么惨，就表示说我们人倒卡拜的，啊，是吗？哎，那你们可以相信师父讲话是对的。那些我们被控制的，
人类被控制太厉害了，控制到失去那个道理，失去逻辑，失去聪明，失去公道，了解吗？哎呀，如果是他那些要杀他的人本人啊，是耶稣，然后教人家好事这样子，然后去救人家的命等等那样子，他是愿意被政府那个杀那么残忍这样吗？他当然不会啊，当然他不要他自己本人被这样惩罚是吗？那何必这样子杀耶稣呢？他根本没做什么坏事啊，啊，他也不造反，他没有什么军队啊，没有什么武器啊，没有恐吓谁，没有那种破坏的那种品质啊、能力，或是那种没有一些恐怖的那种现象就对了，是吗？没有恐怖人了，不是恐怖人员了，啊，不是伤害任何人，也不是去人家拿钱什么，这样子自己徒弟，我跟你讲，不是说外面的人想杀他而已，还没杀他以前，自己徒弟啊，对他很刻薄啊。有一次他大概走路没有鞋子嘛，然后那个大概被石头磕或是什么啦，流血或是受伤，不管了，不管了。我是有一些徒弟比较崇拜嘛，有没有拿一些按摩油啊来按摩他的脚而已？那个是在印度，他们也是喜欢这样做的，懂不懂？为了表达崇爱的，懂不懂？崇拜的，还有疼爱的心、感恩的心，他们这样做嘛？就像你们在家里按摩自己的父母嘛？哎，了解吗？哎，我们疼爱他，想让他舒服一点。哦，徒弟好刻薄，在那边还批评他啊，师父。那么多贫穷的人，你怎么会享受那个奢侈的东西？拿奢侈一点点有多少钱嘛？啊！然后耶稣讲什么？你们记得吗？他说：“贫穷的人你会常常有，到处都会有。我啊，你不会常有了。他一个人而已，用多少油嘛？偶尔而已，也许受伤什么。My God！”徒弟啊，徒弟啊，你们看，值得吗？值得名师那么牺牲受苦吗？耶稣好可怜，大来没有救人三年多就被这样子，他没做什么坏事、啊，有吗？有没有讲什么伤害别人？没有，他都是叫好的，为了死。社会进化，社会政府应该颁奖给他，是吗？拿那个什么 medal 奖章啊，对呀，或是挂什么那个跟军队那个得奖一样那种，哎，对呀、啊，这个他也是一种军人呢、啊，懂不懂？他就勇敢来这个世界呀、啊，跟那些那个否定的力量打仗，为了救人啊，是吗？为了进化社会，这样应该。某些政府都应该颁奖给他，应该感恩他才对。不过只有印度才有，印度是有一些啦，有一些国王啦。印度当然是有，现在是民主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国王，懂不懂？地方人啊，他们是有不同的王，然后他们还是来听名师讲话，还是坐在地下的，懂不懂？不是跟那个名师坐一样的地方，还是坐地下，就是。跟别人特别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助手给他一个比较黄金的那个亮亮那个坐垫。你们比方说印度普通的印度的人坐普通的坐垫，那个国王当然他的秘书或是呢助手会给他一个比较亮的，懂不懂？修黄金那些垫而已，不然的话跟大家一样坐在那边听他的师父讲话，然后对他师父的话也是恭恭敬敬的。如果请他到他的那个王位那边去的话，还是让师父坐上面，他还是坐地下，当师父啊，真跟当一个奴婢一样。哎，只有印度才有，别国家我没听过。你们呢？有没有听过？啊？没有，不杀已经很好了，感情不清，不杀不打不骂不冤枉，还有不坐牢，已经不感激不清了，哪里有这种尊重了，是吗？对的，就是这样啊。如果人类没有被杀毒那么严重，因为那个那些很坏的那些控制严重那些酗酒的，还是
派有人来这边默默控制的，所以有时候会杀毒啊，给人家做坏事的，懂不懂？所以你们徒弟哈、啊，所谓的徒弟哈、啊，要认真修行 ，OK， 不要被骗，我要被他们控制啊 ，OK。如果等级低的话，就简单控制一点，不是永久控制，就是一回也会，一天两天，一两个礼拜，然后就变习惯，就往那种概念的想，就对自己不好 ，OK 呀，应该分别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就想一下 ，OK。有什么怀疑要想一下、要再听师父讲经看看 OK 他讲什么错有吗，对，这样子。因为任何的师父他只能指路而已，了解吗？他不能替你走啊。当然有时候你累了疲倦了，他当然会抱你 OK。 不过是如果你是故意走相反的路，他也不能一天到晚去你这方面啊，他要照顾别的好的值得的徒弟，懂了哈 OK。 而且你自己愿意的话，了解吗？你是走那个魔的方向的话，那魔就会拉你越来越近，然后拉到地狱去了。不要说耶稣，释迦牟尼佛哈，也许耶稣是因为生出来变一个木工嘛啊 OK。 我们可以说也许有一些目的，当然他没有啊，他没有买那个什么车子，他自己走路的是吗？他没有拿钱做什么，连差一点油也被人家这边骂了、能做什么嘛 OK、我自己做生意还被人家骂了、修行怎么做生意，然后我做生意说我拿人家的钱，难怪去奖金为了拿钱，懂不懂？做生意也不行，拿钱也不行，怎么也不行啊，这很困难的一个情况，了解吗？不过没办法，就是要忍耐下去啊，不那么简单啊 OK、然后做生意 OK 还说啊这么贵怎么买，谁叫你买 啊谁叫你有吗？我有没有说你必定好、谢谢你拍手是什么意思？贵的我是要买的，我是不要买的，我是怎样我不聊了啊，OK, 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说当徒弟哈，我是你师父哈，我教你很多，我救你，还有你祖代超生，还有救你都免费，你一定要买这个，不买不行，有吗？没有，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多少钱的，到目前我讲坦白我不知道。不过常跟他们说不要收那么多钱了，比方说刚好费用都付好了以后还要剩一点钱，为了要继续嘛，还要保养啊等等，还要生团也要生活，懂不懂啊？他们不是那个 breatharian OK， 他们吃东西吃东西是要钱的啊，山洞也要保养，了解吗？他们生病也要医生出去买东西做事情也要车子什么都要付钱的，听懂没有？我不能去突破了，你有手有脚怎么去突破呢？然后也就是做生意也不让了，我怎么办呢？真的坐着了有时候想到就真的不想在这个世界做事情。不过又可怜那些无名的众生被杀毒太重，又不是他们的错，了解吗？即使他们的错的话也是被杀毒，这叫值得原谅，值得救命，懂？救灵魂，所以又如果不做也睡不着了，了解吗？这可怜他们，替他们哭了也没有用啊，所以是要想办法能救多少就救多少，所以忍耐什么都忍耐。跟我大狗一样，我跟他说你来这边要一个礼拜又被关了，我又不能常来看你，因为我回来这边为了跟你们那个人的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讲不完我的工作了。所以从昨天到今天还没吃东西，现在几点？你们不要抱怨了、你们不吃的话早上有吃有吗？我没有，我现在才喝三口水的，从昨天到今天了，也许到晚上还没时间吃了，所以我现在过我不吃那个对不起了，谢谢了，我还是只要我能吃的时候我就吃了 OK。 第二因为力量越来越强，从上面越强， 我吃的话就平衡一点。一说还没回来台湾呢，到处跑嘛，
吃饭睡觉都不稳了，吃东西就随便乱吃了，就不够营养哈，身体差了。然后那个力量又太多的话，力量很多，不过会有那个破坏的那种成分，你们了解吗？像电一样，如果没有包好，就会爆炸的，啊，哎，伤害 ，OK。所以力量很大的话，你是要自己要平衡才行。而且我工作那么丰富的话，有时候没照顾自己好，那有时候太累了，真的时候有太累了，累了都不想起来煮一个稀饭的。知道吗？了解吗？嗯，然后出去外面饭馆的话，也是要跑起来，穿你好一点衣服，不然人家都不给你一个披萨，也让你等很久。如果穿太破烂衣服，他认为你没钱了，了解吗？然后外面的话，找素食也是很困难，然后就随便吃的话就不够，嗯。像这几天，因为我的狗来嘛，他们只要在旁边照顾嘛，到处去找旅馆找不到，不好，有旅馆了，不过烟味很臭啊，然后卫生比较差，太多人来来去去，味道很臭，他们受不了。我在里面自己想哈，现在他们了解我情况了。因为住去不是说有钱就可以每个地方都找到好旅馆，如果住一点好旅馆呢，未发现的倒是哇，他社死住第一流的旅馆，第三流的旅馆没有那个电脑，没有东西，没有设备，没办法联络，没有做别的事情啊。第一、第二味道很臭，我也有住过了，那个跟那些什么跳蚤那些小小的呢，哦，他会咬你那个，哎，在床上啊，跟他们住在一起比较便宜，懂吗？加钱那分那些便宜的，因为跟跳蚤就住在一起的，我有住过的。上次我跟你说过，你们住好地方，我住蟑螂的旅馆，是真的是这样啊，是有蟑螂啊，我没有说谎。住别的地方的话，有时候太贵了，我对自己舍不得的。还有，不能久住，不能住久，有一些你可能住一个礼拜，或是等一下，因为人家。你有那个定好了吗？下个礼拜就没房子了。如果你不搬到另外一个房子，或是有的话，你可以搬到另外一个房子；没有的话，你就搬出去了。他不管你是谁，总统也是一样，嗯，旅馆嘛，是吗？所以住去外面，没那么简单了。OK， 如果不买自己房子的话，是要住公务的那些房子。公务的话很，有时候真的是要忍耐啊。因为他们气焰你，他可以上来给你闻的。他在栏杆气焰啊，他不想在自己房子气焰，抽着就跑外面，他跑到你的窗户里面。你关起来的话会很闷啊，了解吗？嗯。然后他煮肉啊，煮沙、煮鱼什么的，你都一起闻的，了解吗？哎，没那么简单啊，旅馆也是这样啊，要忍耐啊，啊，公屋的房子也要忍耐。如果你是台湾人 ，OK， 你可以有自己房子嘛，或是有爸爸妈妈、姐妹妹房子，还没有找到吉祥的房子、理想的房子，你就慢慢等、慢慢找。如果是像我到处旅行的啊，什么房子马上有就要拿了，没有选择的，懂不懂？啊，所以昨天他们跟我说：“哇，师傅，那找不到旅馆了，那些都很臭的旅馆，烟味很浓。”我在里面笑笑，我说：“那现在让他们知道我情况了，那些还在那边闲呢，那个旅馆那这烟味很浓，我住在这人家抽烟在里面的房子的，不是说你要去哪里，你有钱你就说我不要吸烟那个房子，我要那个不吸烟那个房子，那有的话他给你。”没有你不要你就走了，了解吗？即使不吸烟的房子，那个隔壁房子或是下面的房子吸烟，他也跑到那个你那个烟囱啊，或是那个冷气管啊，或是那个电风扇管那个什么排气管那些啊，在你的那个浴室里面啊，然后他就爬，慢慢来的爬到你睡房里面。跟你打招呼，嗯，喵喵。所以你们不要认为我很喜欢旅行，不喜欢，而且老了。
对的，我要跟你们讲，现在你们看那些名士或是好的人被对待那么残忍，你们就知道人类真的被杀毒太严重了，是吗？哎，啊，现在比较好一点了，以前呢、啊，他们到处都跑，然后跟人家在耳朵了摸摸讲话了，不是用自己那个啊凶恶的力量影响人啊，给人家犯很多罪，了解吗？不同的人有时候，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就是他比较笨啊，就被影响了、啊，然后就去要杀人啊，做坏事，然后他醒过来以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时候也不记得自己这样做的，然后就坐牢了，嗯，不是被判那个死刑了，了解吗？真的好，真的好可怜啊！那些那个否定的恐惧的人物啊，众生啊，他要把整个世界弄乱了，懂不懂？哎，这边乱一点，那边乱一点了、啊。所以你不要怪那个某些国家凶恶或是有那个好战的精神，都被他们影响了，了解吗？多少都被影响了，不过还好了，现在好了 ，OK， 好一点了，希望如此，嗯，会了，会更好了哈，嗯。所以你们不要太胡思乱想啊 ，OK， 嗯。自己要自己修行好，才能够帮助自己，帮助世界。OK， 嗯，都有妈妈在了，嗯。啊，现在也是这样嘛，不是耶稣的时代而已啊，随便乱挂人家罪名啊，我做什么坏呢？有没有做什么坏啊？没伤害谁啊？没有。伤害世界吗？有吗？有没有叫你们做什么伤害世界、伤害自己、伤害家里？有吗？没有。没有哎，我一个人而已啊，我在明啊，大家都注目一个人啊，分析他的头发多长啊、多厚啊、多少根还在啊，我一个人，大家都是周围都注目嘛，懂不懂？那种注意力已经给人家不舒服了，然后还是继续做好的。救济啊，啊，救济的人，以前的救济都是，我本来要弄一个什么，就像是那个会啊，懂不懂？哎，然后自己钱拿出来的，因为有一些，常住跟我说，以前都是用私人的名字救济的，然后人家就问了钱从哪里等等 ，OK， 就比较没有那个来历了。所以他叫我弄一个会啊，这样子用自己那个会拿钱出来，就是你们不知道啊。当然我有赚钱啊，我做生意怎么不赚钱？有一些赚钱赚不了了，有一些是平手而已。像那个那个人民府那个食物啊，我们出产那些吃东西就平手，没赚钱了。不过有别的赚钱就不过来了，不来不去了啊。不过那些钱呢，有时候就送出去，就用私人的、别人的名字送出去赚。以前我都没有管钱呢、啊，懂吗？啊，后来就他说这样子就比较不方便，有一些地方不接受我们的帮忙，他就叫我弄一个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知道那个世界会啊，我们那个现在变成世界会了，就可以钱放在世界会，然后。总用世界会的名字救济就行了。我说那这样不用我的名誉，不用我自己生出来一个世人的那个团体干什么嘛，有地方公民正大可以救济就 OK 了，所以我就取消那个会了，没有继续弄下去了，弄一半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可以就不用我出来呢，就变成我是好人呢，懂不懂？我是那个什么救济人那些呢，病人的名字呢，有吗？我们做我们团体就好了嘛，大家都有份了啊。OK， 我不是要你们的钱了、啊，很多人管师傅的钱呢、啊、放在那边，想供养那个我们世界会嘛，然后世界会拿那个钱出来，马上就救济了，就 OK 了。反正重要就是人家接受我们救济就好了，了解我意思吗？哎，不是说谁救啊，谁的名字管他了，公民正大就好了啊。OK， 现在知道了，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弄那个会，先回答好了哈。OK， 哎呀呀，我一讲就两个小时啊，不可能的，啊？没有啊？多久？没有。
有生几秒了。一个小时而已啊，现在是2:15，2:15，我下来是几点呢？12点哈，1点哈，好，那就一个小时多 ，OK， 好了好了，啊，原来是我出门，我出去我那个工作的地方，穿衣服好，打扮好了下来，就是还要处理一些事情才下来，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就12点嘛。大概处理事情完以后就1点忘记了啊。OK， 我不是骗你们，我算错而已啊。我随时工作很多，不就是不能跟你们说什么什么啊，这边1点那边1点就整天过了，了解吗？不可能坐这个位置然后不工没有工作做，整天这样阿弥陀佛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懂吗？没电脑没电话啊，不用做生意就去托付人家会给你的。那个时候印度很单纯嘛，还单纯的啊，连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那个出家的团体哈，出去托付还有生的，所以他们还要盖一个仓库放的，还有一些记得好几个乞丐嘛，在那边跟那个生团托付有没有？哎，如果他们不生的话，那怎么给他呢？后来那些乞丐也变成出家人了。了解吗？哎，就比如说那个时候，世祖很慷慨，啊，哎，徒弟供养好啊，还有出去托钵的话，那个外面的人也很尊重出家人，知道吗 ？OK， 这个时代不行啊，我没拿钱已经被这好，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找我供养了，我不要拿，讲过几十年了，懂吗 ？OK， 不拿钱了。然后又有道场，又有生意，懂不懂？有别的事情做，有救济的事情，不可能是我没有事情做的了。你们不要乱想说师傅懒惰没事干了，没事干的话，我做那边的工作又更忙啊，了解吗？哦，很忙很忙啊，那边更忙，以前不这么忙，以前不需要上去那么高，不那么忙，现在越来越忙。OK， 比方说。当然他们上面那些那个 IOSCO 以上都帮忙了，都有帮忙，不过他们有一次每次转一个新闻给我的话，就一个声音而已啊，我说啊，什么声音都好，我说狗叫我说猫叫不管了，不过那个不是这样啊，我自己要翻译变成那个英文了，变成自己世界的语言了，就花很多时间了。那个比方说很多那个字幕，很多那个 alphabet， 比如说 ABC 啦，很多就要选入组了，一大堆这样子，我自己要选哪一个才变成一个句，懂吗？它都量很快啊，你要选那个量，我很快好多的加一起啊，然后花很多时间，要很集中，听懂吗？要很集中，就有时候集中要狗叫啊，人吵啊，电话什么的，所以不想让任何人在旁边，不是因为我讨厌人啊，听懂吗？我真的集中来不及了，像今天早上啊，转4个新闻，也不是说我自己造出来，我是我自己需要那些，都是你为了你们才有这些的，了解吗？那都是因为你们的啊，我才要花整个早上，为了4个新闻，啊，其中一个不是你们啊，也是你们的啦，也是原稿也是你们而来，他就。告诉师父，今天我要准备为了要进入一个新的那个天国嘛，懂不懂？那个分出来那个天国，所以这很多事情要做了，这个也是为了你们而生出来的。如果没有众生世界的话，我哪里进入那个地方干什么？了解吗？不用那么大力量，不用去那边收集那么大的力量干什么？了解吗？我一个人用得完吗？啊，用得完那么多力量，170玩那个玩那些吗？所以什么新闻来，我花什么时间，不管那边外面，都是你们的错，都是你们的，都是又啊，然后还要师父看你们呢。啊，还有摸手摸着了等等，哎呀，像小孩子一样，哎呀，我是很敏感的人了 ，OK 哈，如果有一些人味道太浓，我会吐哎、欸，
我房子所以叫他们小心一点。我一进来就闻到那个味道，哦，就肚子疼啊，然后想吐出来的，不然的话肚子会疼很久。嗯，每个人不一样嘛，我是比较过敏那些东西啊，对卫生比较过敏啊，这样而已。你们也有一些对一些某些东西过敏，有没有？就不是罪恶什么啊，就棉一下就好了。有一些对狗过敏呢，狗毛或是狗那个皮肤掉那个过敏啊，靠近狗就会咳嗽，会生病，会怎样怎样呢？啊，有吗？有些对小猫过敏，有没有？哎，有一些不能吃番茄啊，有一些不能吃那个米啊，有一些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都有啦。我就是过敏啦 ，OK？ 我对那个不卫生的味道、臭的味道过敏的，就这样而已，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说觉得我比你们好什么，没有啦。每个人都有一点问题 ，OK 哈？你知道，比方说你不喜欢抽烟，不过你出去外面人家抽烟走那边了，你也闻得到，也不喜欢的，知道吗？我知道吗？哎，人的味道也是这样，他不会理我是师傅什么的。他就去找我拜访，过敏了 ，OK？ 嗯，不是说对人不好什么，不是啊，我过敏嘛，嗯，因为有时候业障很多嘛，我受苦受难很多，我就问天堂是不是我前世做什么不好的，我是现在做什么不好，然后我自己不觉得不知道了，就请他们跟我说一下，我长大了，我可以听得明白。他们说没有，师父是完美的，你从来没做什么坏的，都是你受苦受难做工作的事情该做而已，什么都是工作的。所以我有时候我怕我自己做错啊，了解吗？哎，因为业障来太多了，受苦受难太多，认为搞不好前世啊见谁没有，所以我常常就问天堂了 ，OK？他们比较准嘛，是吗？哎，所以我没有做什么错了，嗯，不要胡思乱想造业障，然后连累到师父啊，天上那个常保护啊，所以你们要替我谢谢他们上面的。我是有谢谢他们，不过他们说他能够做的是他们的那个荣幸啊，他们责任的。要保护师父，能够保护他们就很高兴，不然他们都是哭啊，看师父哭他们都哭了。我跟你们说这些事情，因为我要你们也知道一些啦，不瞒着你们啦，你们是来跟师父学嘛，啊，我有什么事要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跟家庭一样是吗？你有什么苦我也要告诉小孩，让他知道防备心啊等等，然后他们小孩有什么错你也跟他们讲，让他们改善了啊。不过我自己这是很困难，因为不是自己的小孩啊，我自己徒弟有些整理是对的 OK， 不是每一个都完美啊，是吗？哎，不是每一个徒弟都是乖乖的啊，那边外面不是每一个都一样啊，所以整理谁你们别介入了，介入的话就拿他的业障了，欢迎欢迎，嗯，欢迎拿欢迎收他的业障就是对我工作比较困难了啊！你们都介入这样子，我很困难了，我不好做自己工作，我不晓得我是师傅，我是你们的，你们是师傅吗？啊，要不要来做这边叫人家就好了？要吗？要吗？要不要交换地位啊？啊，要就知道苦多苦啊！叫人家小孩不简单，我有看到一个好玩的故事，那不是一个好笑的。笑话了，他们说老师是什么人呢？老师就是一个人，他以前认为小孩是很可爱的，你懂我意思吗？教学生以后才知道不是这样，他还没当老师以前呢，他认为小孩是很可爱的，年轻的人呢，小孩很可爱，了解吗？讲这样好不懂啊？懂。老师就是一个人，以前他认为小孩是很可爱，以前啊，那些 teachers are somebody who used to think that children are lovely， 懂了？懂。要学英文都不学，
那我讲中文很辛苦，有一些表达英文比较好，懂吗？翻译成中文就好像尴尬了，就不顺呢。哎，Teachers are somebody who used to think, used to. 意思过去他也认为小孩是最可爱的。过去了啊 ,used to think that children are lovely. 差不多了。有什么忘记后来再补。你看我在家里也是要收到你们那些问题啊，要写答案了，懂吗？很多 note 的。这个也是。这是你们的错了，听懂没有啊？多么时间了、啊、晚上啊三更半夜、啊、睡醒睡觉了要起来写，不然会忘记了，听懂没有啊？是为了谁呢啊？说说啊，呀呀，明白了，嗯，不要说师傅没事该，不是说这个而已、啊、很多别的事情，懂了 OK 啊、哦、不是乱想造业障啊，嗯，很难得才能上去，下来很容易 ，OK， 一念之中而已，哈，要随时就要想好，肯定 ，OK， 要祷告，要念五声号啊，随时要往那边打坐 ，OK， 做观音，做观音好，嗯，观音就是那边叫的，叫心的，就是那边的教育，就是没有那种世界的语言了。所以大家都听得懂，了解吗？哎，就像他们传信给我，就是咦啊，喊一声而已。不过翻译出来就一句两三句，我是很多的那个内容啊，了解吗？啊，要抓那个内容是很辛苦啊，知道哦 ？OK， 当师傅很辛苦的，别羡慕了，别看外表，嗯 ，OK。哎，是对不起啊，刚才饭菜煮刚好我才下来，那个时候很香，现在不香了，不过还是会好吃的，啊，我回去拿一些看看，吃看看，因为我现在没时间煮饭了，我如果上去煮饭就太累了。我真的是很高兴看到你们了，因为有一些你们兄弟姐妹都归天了，有没有？上面看跟这边看不一样啊，因为我还在这里嘛，也会想念他们呢、啊，会觉得对不起、啊、他们走了以后，没时间，没有机会来跟他们讲几句话，送别了。我有时候也想他们，也会哭了一些了。所以你们还在的话，珍惜自己的生活 ，OK？ 珍惜自己的生命哈。我在不在的是要努力 ，OK？ 我还是要来来去去的，因为狗嘛，没办法。我不在，他们就乱了，哎，一直打架呢，不是很严重了，就是那个什么牙子很尖嘛，哎，不小心也会上的，是我怕了。这个他们还是小孩子嘛，这个时候训练才好的，就变习惯就不好了。好了。再见哈，上天保佑哈！我现在还要来来去去，以后就也许不用来来去去了啊。大家忍耐几个月 ，OK？ 嗯，哎，明年就不用来来去去了，希望如此 ，OK？ 希望如此。大家来再放的时候不要讲话 ，OK？ 口水不要留在公共的地方 ，OK？公公的那个菜饭要保护干净啊，肚子饿了，公公 ，OK， 拜拜。